大家好，很高兴看到大家。首先我们谢谢《艺术的故事》这本书的导读老师们，戴安娜·丽如秋、艾薇·罗艾文、Irene·陆怡婷、Casey·钱婉春、Amy·刘桂红老师、瑞奇·惠恋、巧云、高本利老师、Teresa、迪秀老师。还有我们的会长，这个小文达章的一个团队合作，因为他们的付出呢，我们今天大家才能够齐聚一起，研读这一本这个艺术的故事。那玉莹也就今天将读书的一个小小摘要呢，就个人的所知所见啊，以及所感受的部分呢，旁征博引啊，很努力的这个整理了这些资料呢，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知道这个《风言雅叙》里啊，这个卧虎藏龙啊，里面有多被敬重的这个先学、教授、老师及专业人士以及爱好艺术的朋友，很感谢大家啊，让我们今天呢一同这个走进这个岁月沧海的这个历史中呢，领略一下这个艺术史的一个风华年代。龚古里希博士在这个《艺术的故事》啊导论这个。艺术呢，与这个艺术家这个前述提及啊，学习艺术呢是没有止境的，那总有新的东西要你发掘。我们站在伟大的这个艺术品前面呢，每一次的这个观感都不一样，好像活生生的人类般啊，不会这个捷径，也不可预测。那书的这个封面说明呢，它选用了这个西班牙这个画家。这个维拉斯奎斯啊，1656年著名的这个作品《宫女》啊，他这个呢是为主视觉。那其以这个透视法呢呈现的这个构图啊，精巧复杂和这个难解，那是这个历年来呢最多诠释啊分析的这个名画，那带给后世啊无穷的一个赏析乐趣，那也代表这个艺术的一个趣味与美呢。它不会因为时间的这个消逝，流逝消亡啊，然后会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递进呢，它不断的一个新生。在这里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者龚布里希博士啊。他是1909年呢，生于这个维也纳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妈妈是钢琴家，两位姐姐呢，一位是小提琴家，另外一个也是律师。那他因为家庭的关系呢，他从小就，十分亲近这个艺术啊，在接受这个人文教育修养，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宗教熏陶，那他们的这个精神依托呢，不是神的宗教，而是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宗教。那他后来进入这个维也纳大学啊，攻读这个艺术史，并以这个古典建筑主题呢，他获得这个博士学位。那后来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呢。他受到这个纳粹的迫害啊，于1939年呢移民英国，后任职于这个伦敦的这个瓦尔堡研究中间。那期间呢也有其他的公职啊。那在这个瓦尔堡研究中心呢，他以这个分析文艺复兴啊 （Botticelli 神话题材呢发表这个图像学文章，于1950年呢着手写了这一本《艺术的故事》，然后由这个费顿出版社出版啊。之后呢，他1959年开始啊，担任了这个伦敦大学啊古典传统史教授。1976年退休啊，那期间呢，他获得这个很多的奖章啊，跟这个荣誉。那另外，他著有其他的这个书籍啊，我们这个上面有看到啊，那这个艺术与错觉啦，秩序感啦等等啊。那期间呢，因这个艺术的故事啊，大受欢迎啊，受邀至这个世界。各大学讲学，那直到这个2001年呢，11月3号在英国逝世啊，享年92岁。龚布里希博士在这本《艺术的故事》呢，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啊，讲述了这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发展。讲故事呢，比起说教浅显易懂啊，也比较有趣味，也更容易使人接受。那他以这个精彩丰富的图像呢？这个搭配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这个文字说明呢，将自己的一个艺术理念和这个见解融入其中，概括呢叙述了这个最早的这个洞窟绘画，到当今这个实验
艺术啊进化的一个发展历程。以蝉鸣这个艺术史呢，它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一个历史。每一件作品呢，在这个历史中呢，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我们说啊，一件艺术品呢，究竟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理念啊？它的美啊，为什么历久不衰？创作者在什么样情况下呢，孕育作品？那影响他的这个观察和创作的这个技术传统会是什么？是古艺术文化、人性的觉醒、文明的融合、艺术的重生，还是文艺复兴的美学？首先，这个美呢，不是艺术的一个唯一面向啊，创新啊，才是衡量关键作品的一个核心指标。因为这些艺术品呢，突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架构与这个限制啊，提升艺术的一个内涵，那扩展艺术创作的一个疆域。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史观啊？我们又如何理解，其艺术实验进化的发展和这个艺术风格的演变？艺术文明定位呢，大致上呢，它离不开这个所处的一个社会因素及这个风格转变啊所做的一个诠释。换句话说呢，这个艺术观念呢，它是假定的，艺术活动才是实在的。那艺术家呢，要使用这个某种特殊的一个创作方式，或者是为什么艺术家他们要追求某些艺术效果？那艺术风格承转关键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个人态度、价值观、判断力与抉择。工布里希博士呢，他巧妙的啊，将这个整部著作中的这个图例啊，是共413张图片啊，包括这个建筑、雕刻啊、绘画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志向传统。他强调啊，风格是表现或创新所采取的或为应当采取的独特面可辨认的方式，而引起这个风格变化的主要力量呢有两种，其一为技术的改进，其二为社会竞争。风格演变与这个技术发展的两者之间的个关系问题呢，它会变得越来越受到这个人们的关注。而风格这个特征呢，只要符合这个社会群体这个需求啊，就会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而艺术史呢，它有时候是被描述为一系列不同风格延续的故事。现在呢，我们循序这个书中之序啊，先导读再序正文。书中篇章呢，总共有28章、637页、413张图片。作者呢，他列举了这个九组的这个图例啊，将18张图片互相对比、衬托呼应的这个特点啊，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图例的说明啊。那第一组呢是这个人物素描肖像，素描呢意为这个线与色调啊所构成的一种和谐关系啊，可以这个以任何的这个造型方式呢以这个色彩来呈现啊，强调这个整体构成的一个关联。我们现在看这个图一啊，这个是鲁本斯所画这个画家之子啊，这个尼古拉的肖像。第二张呢是杜勒啊画家母亲的一张肖像啊。那这两张都为巴洛克艺术啊，也为这个北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作品。鲁本斯呢，他为这个17世纪北欧最多才多艺啊也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巴洛克风格的画家呢，这张他为这个小儿子尼古拉的肖像素描呢，以这个脸啊朝下专注的一个角度啊，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头像啊的线条以及这个发丝啊，给人以那个生动的一个节奏感，将这个形体在这个光线柔和啊跟色调的一个衬托下呢，以画笔啊来提高生命及活力的一个印象啊，显出迷人的一个魅力。那图二呢是杜勒啊，他为这个15世纪啊德国日耳曼画家，他非常爱他的母亲，那他用简单的这个炭条啊画出母亲的这个肖像，素描技法呢他没有刻意的这个遮掩母亲这个脸庞，饱受这个风霜的这个皱纹啊。我们讲他这个锁骨啊突出啊，还有这个暴露的这个青筋啊，那还有他这个
闪烁不再闪烁美丽这个双眼啊，还有这个将这个一位失去年华的这个老太妇人的这个轮廓呢，也把握有度啊，那呈现生命力不一般独特的一个美感表现出来。那这两张肖像画的人物作品呢，我们是以这个幼童哈、和这个年老的妇人呢，以这个人性的一个纯真啊，出现在我们面前啊，它展现不同的美。那我们来到第二组呢，它是画出这个一种这个时光流逝的一个氛围画面啊。那一个是户外，一个是室内的这个作品对比啊。那我们看这个图三是弗里欧啊，这个流浪儿。那图四呢，它这个是霍奇啊，它是那个题目是一位妇人正在削苹果的一个室内图啊。穆里欧呢，他是西班牙17世纪这个巴洛克时期最后一位画家啊。那他擅长啊，把这个优美人物的一个体现，那画中呢，他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捕捉住这个普通小孩子啊，在这个街上啊扔骰子的这个神韵跟情趣呢，加上这个第三者啊在旁边的一个围观人物啊，那画面中呢，他有很多的细节啊，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人物啊、动物啊，还有静物啊，然后这个街角啊，还有这个石阶，那这个细节的描绘呢，尤其啊是这个人物这个脸部啊、手跟脚啊，那我们讲这个街头可怜又自得其乐的孩童啊，他的这个姿态表现啊，自然而写实。那图四呢，这个霍奇呢，他是为这个荷兰风格的这个画家啊，那他是擅长这个描绘这个妇女跟儿童生活的一个朴实、亲切、感人，那尤其擅长啊画这个室内这个景色啊，那反映这个荷兰市民这个生活呢很安定、宁静、整洁、明朗的一面啊，那光线、色调、温暖啊，它也是很注重细节啊，那处理的手法呢也是非常迷人的。也就是说，这个主题的美呢，在这个美的这个品味和标准啊，这个流露出这个画家个人独有的这个气质啊，韵味啊。下面我们来到第三组。那这个书本上来讲的就是天使弹琵琶，但是我们后来修正一下，这个是应该是天使弹这个鲁特琴啊。这两幅呢，皆为15世纪北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啊。那图五呢，这个是霍尔利，这一张壁画。那图六呢？梅林呢？这一张呢？是这个油彩画版的。那它这两张呢，都是借由这个乐器啊，引入画中啊，那个画面呢，表现这个乐声优雅和谐，象征这个天堂的美啊，表现出这个中世纪宗教统治的一个潜在影响。那前者我们讲霍尔利呢，它是以这个细致入微的这个宗教绘画呢著称的。作品的色彩明朗啊，构图简洁，那这个模式化人物啊，优雅妩媚啊，那个伊丽秀雅的一个呈现。那这个后者这个梅林呢，他只是要体会这个本质的美啊，那这个人物很朴实啊，无华，那他略显一点这个笨拙啊，跟这个单调，那仍不失一张这个，仍不失这个可爱啊。那两种美呢，都是真实的美啊。在这里呢，我们要说这个，因为每个人这个审美，观呢与这个美这个标准差异啊不一样。那美如何解读欣赏呢？彼此也很难为这个美呢下一个定论。好，我们下面来到第四组。那第四组呢，我们讲这个。十字架呢，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刑具啊，那耶稣受难的一个符号，那也是这个基督教神圣的一个形象。这个图七呢是这个梅涅啊，这个这一张油画啊是头戴金鸡的这个基督像。那图八呢是这个托斯卡尼啊，这个木板的这个蛋彩画，那这个画的是一个基督头像的一个细部。这两张作品呢，它都是表现耶稣受难解脱的一个精神层面啊，以激情的这个痛苦和强烈，那情感中一种不同的表现，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基督遇难的时候呢，他痛苦的一个容光面容啊。梅涅呢，他是来自这个
波隆纳为十七世纪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画家啊。那这一张呢，它是以这个人物面孔朝向一个仰望的一个形态啊，那用这个写实的方式呢，以神形式啊放入人的这个内容来呈现的。而这个图八呢，在这个十二世纪意大利中西部这个托斯卡尼呢，这个以基督头像啊，这个通过这个线条形状啊，它画出这个心灵感受的一个细部艺术表达。那这个呢，是让教堂里面啊，这个信仰的这个大众呢，在进入教堂时候呢，他能寻求一种这个安慰啊，一个悲悯的这个互动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学习一下，了解这个当时十二世纪的一个绘画的方法啊。那它是如何展现啊，这个其这个宗教的意义呢？它是大过这个艺术的这个意义。好，下面我们第五组啊，这个是两种不同动物素描的一个不同风格如何展现啊？那么意为简单啊，意为这个繁复细节的画面啊。那这个图九呢是杜勒啊，1502年所画的一张素描水彩这个野兔啊。那图十呢，它就是林布兰特1637年所画的一张黑粉笔这个大象素描。写实与简单素描的一个呈现啊，何者比较逼真？我们知道这个画的一个基本要素呢，它就是线条与色彩。那线条简单啊，流畅的这个勾勒呢，就可以以这个惟妙惟肖呈现形体轮廓的一个速写。你看这个图九啊，一张这个大象素描呢，它就尽显这个皮肤多皱纹的一个造型啊，这个让人很惊喜啊。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这个繁复笔触啊，微小的细节加上这个耐心啊，将这个兔子毫毛的这个柔顺啊呈现，那它也是可以细致灵活。那加上这个色彩的一个冷暖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十的一张野兔呢，它更可以变化传递这个丰富的一个画面啊，那让你我啊都想这个忍不住啊来那个抚摸一下这一张野兔啊。那下面我们来到第六组，我们讲这个插图与这个漫画啊，这两笔的这个对比呼应啊。名家这个毕卡索呢，他为现代流派先驱啊，这是两幅前期作品啊。那毕卡索为这个二十世纪呢这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这个西班牙南部的这个海港城市啊，马拉加市。父亲也是一个艺术家，那他曾经担任这个马拉加这个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啊，那并在这个艺术学院他授课。那毕卡索呢，他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家学背景啊，然后加上这个过人的天赋，他14岁呢，他仅以这个优异成绩呢跳升2级啊，考入这个巴塞隆纳皇家艺术学院。2年以后呢，在这个父亲安排下呢，进入这个西班牙首屈一指的这个圣弗兰多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之后呢，他因为这个学院这个形式教育啊，倍感压力，那决定那个辍学离校啊，摆脱这个学院的这束缚啊，在这个艺术之路呢，他快速前进啊。我们说这个插图的形式呢，它是一个单幅或是一系列的图画啊，在这个文字间呢所插的这个图画，它不但可以突出主题的一个思想，而且可以增加这个艺术的能力啊，和这个美的一个感染力。那漫画的形式呢，则是与这个图文啊结合啊，简单夸张的手法来这个描绘这个生活或时事的一个图画。那一般运用这个变形啊、象征、暗示、影射啊，还有这个比喻的方法呢，它构成这个幽默诙谐的一个画面啊，取得这个讽刺的效果，有较强的这个娱乐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十一呢，它是以这个写实的手法表现平时的这个样式啊。那这个图十二呢，它是以这个漫画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个抽象变形的特色，则对这个现实观点呢做一种不同的一个反应。那把它刻意表现出来呢，它就凸显这个小攻击一个侵略性的一个特征。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插画与这个漫画的一个对比呼应啊。下面我们来到第七组，如何表现这个速度啊。
我们讲这个图十三呢，是法国啊杰里古啊这个1821年所画的一张油画啊，题目是这个艾普逊散吧。那图十四呢，它是啊英国啊这个莫伯里奇啊1872年的连续摄影啊，这个是拍的是奔驰的马。那这两张画呢，时间相差50年。画家观念的一个图像呢，它是以错觉方式啊画这个奔跑的马啊，马四脚呢腾空而起啊，向前奔腾，马脚呢全部离开地面，那正不正确？50年后呢，经过这个连续摄影呢，才知道啊，这个概念的图像呢，这个实际上呢，它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呢是全部离地的啊。那两者虚实对比呢，精确性的一个差别啊，所知和所见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下面我们来到第八组啊，这个是图十五，这个跟图十六呢，这是一图两画啊，这个画的这个是圣马太像。那这个是维巴洛克时期啊，自然主义这个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啊所画的。那这个它是突破传统的一个窠臼啊和这个创新的新形态艺术的一个巧思。那如何摒弃这个偏见障碍啊，接受新的一个方式？从这个前述中世纪的这个工匠传统呢，它是不能改变的啊，因为这个是祭坛画，埃克布圣像的一个传统呢，它是高不可攀的。而卡拉瓦乔呢这一位艺术家呢，他用全新的眼光啊，仔细研读圣经，那企图为每一段这个圣经呢故事稍作这个改变啊。他用这个自然写实的一个手法描绘啊，使人物场景逼真，让这个画面呢产生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被教会拒绝啊，因为人神之间的不同不能够对圣人有不敬之罪，故而退回啊，被迫更改。那两者比较啊，以传统这个美学眼光和这个素养呢，我们很难做出分析与评价，那也让我们知道啊，它是为特定场合和特定目的而制作的这个祭坛画。第九组就是最后一组啊，我们讲这个图十七跟图十八呢，是拉斐尔草坪上的这个圣女啊。那这个呢是一个草图和这个完成品啊。拉斐尔呢作为这个文艺复兴意大利画家，与这个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呢合称为这个文艺复兴三杰。他著名的这个宗教画呢，这个圣母系列啊，是将宗教的这个虔诚啊和这个非宗教的这个美貌有机的融合一体啊。那拉斐尔为创作这个圣母作品呢，他之前都会在这个素描页上呢简略的这个画这个构图。那这一张是四个构图啊。那草图上面的这个人物造型呢，有这个圣母、圣婴和这个小约翰啊。那他也尝试啊，不断这个头部啊、身体姿态啊，表现出他这个立体感与重的细节位置以及表情啊、姿态一起啊。那这个使这三个人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均衡和谐啊。那他经过这个多次这个速写反复练习呢，再配上这个色彩的这个色调啊，然后移至这个油彩这个画板啊，呈现出来的呢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圣母之美与这个婴儿最可爱的模样啊。我们在课堂上有看到这个他们在制作这个图的时候呢，有看到他的步骤啊，所以这个画一张画呢，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拉斐尔的这个性情啊，他很平和文雅啊，和他的一个画作一样啊。但是呢，他于这个1520年呢，猝死于这个罗马啊，得年只有37岁啊，非常年轻啊。那后葬于这个万神庙。以上我们就这个导读的部分呢，我们占用了一点时间。下面呢，我们说说啊，这个艺术的故事呢，所述这个艺术呢，在各处的这个历史的节点中呢，其实它服务的这个目的呢，各不相同啊。像是这个原始时期呢，它是服务于这个巫术；那埃及的这个服务呢，是于法老；希腊时期呢，它是于神庙；中世纪呢，于宗教；文艺复兴呢，它这个时期只是向自然学习啊。那现代我们这个实验时期呢，
则是勇于这个艺术表达啊。那在这个每一个章节中的这个论点啊，正在于这个每一个时代呢，它都服务于这个某一个特定目的，而艺术作品的一个阶段性发展跟这个风格变化呢，则取决于不同时代对这个艺术功用性以及需求，还有这个观念欠迁啊。这个艺术呢，它本来就是一种人为定义的一个抽象集合概念。那引导我们进入这个正文啊，篇章中的这个故事呢，第一章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奇妙的起源，史前与这个原始居民啊，这个古代美洲。那我们讲这个图像的历史呢，就是故事外面的一个象征意义啊。首先出场的是岩画，这个洞窟艺术呢所提及的这个为这个最古老的这个绘画呢，19世纪啊首先被发现。那岩画呢已经成为这个史前史文化研究或是近代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啊。那它由2004年呢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呢发布了一个信息，这个原始艺术呢 99% 呢都是由岩画构成的啊。我们现看的这个图19呢，它这个是史前人类最常见的这个动物。那1879年呢，在这个西班牙阿卡里拉洞窟呢被发现，原始画家这个创作的这个极富立体感这个形象呢，所有这个旧石器时代这个洞窟壁画里面呢都可能都是这个体现原始人类企图征服这个野兽的一个愿望以及狩猎的这个巫术有关。那另外一个洞窟呢是法国这个拉斯科这个山洞的壁画，那记录这个上万年前人类与动物互动的一个样貌。大部分呢它这个描绘的都是现代已经灭绝的这个大型动物那这个轮廓呢外形简约风格粗犷神采生动。那所显现的这个艺术价值呢它也是十分高超。部分这个画作呢更有这个立体概念那图20呢这一张呢就是中国马这个所显示在这个四个角跟这个马身留下这个空隙以表达这个视线远近的这个效果那这幅图画呢也因为它形式汉朝，我们讲西元前202到220年。马的塑像呢它而得名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始艺术这个历史演进呢，原始技艺呢它虽然很简陋但表现自然绘画和这个雕塑呢不仅仅是被当作这个纯粹的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而是被当作这个有明确用途的这个东西原始艺术家呢他用这个独特的方法呢来表达于这个绘画跟这个雕刻为原始这个先民这个巫术的一个活动做记录。那主要这个表现呢在这个纯粹性崇高性直观性还有这个意向性从这个巫的美到这个理性文明。从精神的这个激情呢到这个知性的平衡所呈现的这个艺术倾向。那风格中呢它充满这个神秘的一个幻想。创造着这个诡异而华丽的这个器物纠结着这个繁复炫目的这个纹饰，那有着这个神秘恐惧奇想这个热烈情绪呢，那是对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呢都怀抱着一个崇拜跟敬畏的一个心情的那透过了这个久远的这个年代呢仍然是能够传达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原始先民学到这个对一切未知因敬畏与好奇而发出的这个赞叹呢获得些这个启示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到22到30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不同地区这个先民的这个艺术呈现首先是图22。那这个是纽西兰这个毛利族酋长家的一个门楣那他这个呢这个木雕这个表面雕饰它是极为这个浮夸华丽的那就像现代我们讲反映出来这个刺青的一个图案技法。那图23呢是奈及利亚的这个王者头像然后图24就是我们看这个大溪地这个
它这个是植材、木材啊、纤维啊、那雕织啊、这个欧罗神像啊，它这个是用草编在这个木头上编成的啊。那图25呢，是辛几内亚的这个礼仪面具啊，那它呢，这个是用木头啊、树皮啊，还有这个植物纤维啊所制成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图26，那这个呢是西北海岸印第安这个海达族酋长家的这个模型啊，那这个是一个木雕，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动物啊，还有人类。那下来是图27，那这个是洪都拉斯啊，这个玛雅这个死神的这个石雕。那图28，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北美阿拉斯加的这个伊努伊特的这个木材这个舞蹈面具啊。那图29，这个呢是这个秘鲁啊，这个奇卡纳流域啊，它这个独眼人的这个戎状器皿啊。然后再来就是图30。那这个是墨西哥啊，这个是阿兹特克帝国啊，这个阿兹特克的这个雨神这个特勒洛克的一个石雕。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介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公园美术馆来看啊。第二章的这个故事呢是迈向永恒的一个艺术啊，这个埃及、美索不达尼亚跟克里特岛。我们讲这个首先是埃及啊，它是追求来世的一个永生啊，灵魂不朽。古埃及王朝之梦与兴亡啊，熟悉东西方文明各种不同传统的这个观者而言啊，这个古埃及它这个艺术呢具有一些很能够马上就被辨认出来的一个特质啊。那古埃及艺术的一个创作基本上呢，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追求来世得永生的这一个出发点来进行的。古埃及人们相信这个灵魂不死啊，把这个死者这个尸体呢保存好，那他这个灵魂呢就会归来重生。他们把这个坟墓看作死者的一个住所，把这个神庙呢当作神的住所，那把雕像呢看作这个死者灵魂不朽的一个躯体。那埃及呢，它为这个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古代埃及原来分这个区分上埃及、下埃及两个国家，那约在这个西元3100年统一啊。那它发展为这个前王国时期、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国时期呢，它共经历了这个31个王朝。那作为这个古埃及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呢，就是这个金字塔。那金字塔呢，它是为古王国时期的一个代表啊，以它的这个巨大高耸啊，这个坚固稳定啊，那抵抗着这个亘古以来这个时间的这个风沙呢，它今天依然屹立不摇。那著名的这个基沙三大金字塔呢，是由这个第四王国的这个三位法老啊，我们讲的这个胡夫、哈夫拉、门考拉修建啊，那它具有强烈的这个崇高感啊。古埃及的这个艺术创作呢，它是以建筑为主啊，辅以这个绘画啊、雕刻相结合。那内容呢，它有宗教意义和这个纪念性。那它都是为了这个国王，我们讲这个法老啊，永远的一个统治服务啊。那再者，我们从这个当时的这个浮雕啊，跟这个壁画中呢，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时人生活的一个状况啊。那艺术家表现的方式呢，以他们这个视角啊，他不再传达美感，而是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啊，与大家认为最重要的部分。那比如画一个人的这个浮雕，我们看这个图34啊，这个西西尔肖像啊，那浮雕这个头呢是侧面，然后呢他这个身体为正面，那下部腿为侧面，双脚呢用做同一个方面的这个同一个方向的这个正面力来表现啊。那画画的部分呢，这个图33呢，这个是巴尼曼的一个花园啊。那艺术家呢，他是要必须对这个自然观察跟这个几何形式啊，一个这个规整交织啊，那必须呢每一个细节呢都要求强烈的一个秩序感啊。
那来显示它的一个特性。那古埃及对于现代人而言呢，是一个失落的这个神秘王朝。那这个金字塔、神庙、木乃伊等物呢，都会有一种让人着迷的这个魅力啊。那埃及神话呢，它是围绕着尼罗河展开的啊。那个同时呢，也是这个把埃及啊国土繁荣与这个法老的统治权呢，它是啊连在一起的，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那在这个古埃及，认为这个日出东方、日落西方啊，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这个轮回过程啊。那整个生命的这个循环呢，就像太阳一样啊。那死亡呢，它并不是代表结束，而是朝向这个全新的一个复苏之路啊。那观念呢，不仅他们这个宗教密切相关啊，那在这个埃及的这个艺术上呢，占到一个很大的比重。那我们讲这个埃及考古呢，也是因为这个1799年发现的一个罗塞塔石碑呢，它这个三种文体啊，刻有这个古埃及象形文草书跟这个古希腊文啊。那学者呢是得以运用这个逐字对比的一个方式，解出这个古埃及的象形文与这个草书的意义啊。那另外一个考古的成就呢，就是1922年发掘出的这个3550年前的这个古埃及国王啊，图坦卡门啊，那这个原封不动的这个坟墓呢，出土的这个各式各样珍贵的古物啊，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呢，让人是惊叹不已啊。那我们来到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考古发现的这个圣经对这个两河流域古城的一个记述呢，今天美索不达米亚一词呢，它是源于这个希腊文啊。指的是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约旦、巴勒斯坦一带和这个伊朗西部。然后这个尼罗河流域呢，它除了这个埃及王朝呢，它还有这个亚述帝国和这个巴比伦王朝。那北边发展这个亚述文明、亚述城邦，那南边也这个巴比伦文明建构了这个巴比伦城和这个巴别塔。出土文物呢，呈现了圣经啊。描写这个曾经如此一个辉煌的这个古代文明啊，我们看这个图43啊，这个是有神话动物的一个竖琴片段。那么这个制作的这个牛头为最古老的这个精美乐器啊，那它的质材呢是木材镀金啊镶嵌，表现了这个古代神话中的这个英勇啊，以及这个一些神话的动物呢在进行人类活动。一个情景啊，它具有这个浓厚的一个奇异色彩。那欣赏后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动物象征的什么啊，但是呢，大致可以确定它这个一定是来自这个神话啊。那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雕刻的艺术家呢，他们有这个责任啊，制造可以这个确保这个王权不坠的一个形象呢。那像这张这个图44啊。你们看，自古以来，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纳西南王啊，他便惯于这个命令这个工匠呢，这个雕刻这个纪念这个战争胜利的这个石碑啊，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另外这个有纪念碑为记载这个亚述王啊，这个亚修纳希伯尔二世啊，图45啊，那他的一个出征的一个完整这个纪念的一个浮雕。其中这个两河这个艺术风格呢，是互相掺杂啊，各种渊源啊汇集啊，那有这个圆雕、浮雕、陶器、乐器和这个贵金属啊工艺品，以及这个巨大神庙和这个宫殿遗址啊。那我们讲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跟这个巴别塔呢，已不复存在了啊。那这个西元539年，这个巴比伦与这个亚述两大文明呢？皆被这个波斯人征服合并成这个波斯帝国，而慢慢的开始没落到这个消失不见啊。至于这个克里特岛呢，这个地理位置呢，它是位于这个地中海北部属于爱琴海洋文明，是希腊的第一大岛，也是诸多希腊神话的一个发源地啊。它拥有这个漫长的一个文明史，那是希腊。乃至这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啊，自古为这个战略要冲和这个贸易重镇的一个地方。那考古证实呢，希腊文明的这个先驱呢，按希腊神话啊，克里特岛有这个米诺斯王宫的这个遗址和这个大量这个文物出土啊，那是经由这个绘画和这个雕塑呢，调带出了这个
基克拉底啊，米洛斯跟麦西尼文明。西元这个1450年左右呢，这个克里特岛的这个宫殿呢，以及很多这个艺术品呢，遭到这个人为破坏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巴尔干半岛这个希腊人啊，也是这个多利安人的一个入侵啊。从这个时候起呢，这个希腊人成了这个克里特岛的主宰啊，并逐渐与这个当地的居民呢融合，那克里特文明呢就随之结束了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章，这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岛的一个大概范畴。那下面我们来到故事的第三章啊，这个是伟大的觉醒啊，时间为这个希腊西元前至五世纪啊。那在这个时间呢，这个基本上希腊呢，它没有这个绘画作品留下啊，我们只能借由它这个古陶瓶的这个上这个一窥这个精彩的这个绘画来欣赏。我们讲讲这个陶瓶啊，为这个希腊的这个主要艺术。那希腊人呢，他着眼于这个看物体时的一个角度啊，他不再一昧的这个模仿像埃及人啊，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形式，那画入这个画中。那因此这个埃及人的作品呢，它非常生硬。那希腊人呢，发现了一个自然形状和这个短缩法，不但有这个布局的这个智慧呢，也反映出这个人物的一个内心世界。所以希腊人作品动人啊，以希腊早期的这个陶瓶来看啊，这个图像虽然是也依附着这个器物表面的这个空间啊，而运动这个变化。那图像这个独立性呢较高，故事性的这个写实人物啊，常常这个构成画面的一个视觉中心啊，完成一幅幅可以分割开来这个独立这个画面空间啊。你看这个图46，它这个是从早期啊哀悼死者的这个希腊容器啊，它是以几何图来这个表现的啊。那这个古代这个陶瓶呢，这个黑灰色的这个对弈这个古瓶呢之后到发展出这个黑灰色正好相反的这个红灰色啊，我们看这个图49啊。那这个艺术家呢开始这个信赖自己的这个眼睛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上面是一个战士啊，雌形的古瓶。那艺术家开始啊，在这个画的时候呢，这个右脚采用了这个埃及啊安全的一个画法来画啊，但左边的脚呢，他却用了这个一系列啊这个五个小圆圈来表现出这个五个脚趾头啊。那透过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缩小深度的一个画法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短缩法啊，那画家们呢，他真正的一个变革就发生了啊。这个完成了这个希腊的这个伟大革命。那另外在这个工作场合里呢，这个雕刻家着手这个雕刻这个石像啊，这个已经不再这个追随这个任何公式啊，那演练着这个新概念啊，新表现法啊，吸取别人的新东西啊，那加上自己的一个发现啊，这个像这个人物这个嘴角的稍微轻轻向上啊，这个古风的微笑啊，那还有这个图这个47呢，这个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这个对这个人体中轴向的一个探索，那把这个固守法则呢延伸身体的姿势呢，这个左右对称啊，向脸向前啊，在这个法则限度之内呢自由了。那翻罗这个运动身体的一个平衡感呢，也把这个直线变成曲线啊，取代这个僵直生硬的这个姿态。那用转动身体所产生的力量啊，其强调这个人体骨架与这个姿态呢，图55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弯下腰，这个向后摆动，手背形成的这个 S 人体姿态，那加强了头直的这个动作啊，以至于这个现代这个运动员呢，他都把它当做这个模范啊。我们说身体的美呢，也是精神美的一个反应啊。古希腊的建筑呢，这个希腊文明啊，这个诞生的摇篮，这个雅典呢，它采用一个这个民主的一个政体啊，那由这个政治家呢，伯里克里斯呢，聘请的这个建筑师，
这个以克提诺啊来规划这个设计啊，这个图我们不是看到这个雅典卫城巴特伦神殿。那另外雕刻家啊菲利亚斯啊来这个建造这个神像啊，并监督这个神殿的一个装饰工作。那巴特伦神殿呢，于这个公元前447年是为了纪念这个希腊在这个雅典城邦那个带领下呢组成了一个联盟，打败了波斯人的进攻。那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这个胜利呢，这个雅典人啊其所有的城邦的财富在这个雅典郊外的山上呢修这么一座这个巴特伦神庙。那我们看到这个迪菲亚斯将这个雕像呢赋予一种这个高贵的一个气质啊。那我们讲这个集这个智慧战争女神那个雅典娜女神呢，那就像一个伟大的人物啊。那她这个美丽呢比她这个神力啊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啊。那菲利亚斯的这个艺术呢，他把这个对于这个神的一个新概念啊赋予给了这个希腊人民啊，那使这个希腊民族呢有了一个崭新的一个神明观啊。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做礼拜呢都是在这个教堂里啊，那希腊人做礼拜呢他只是在这个神庙外。那面对这么一尊啊这个巨像的时候呢，他一定有这个凛然敬畏的这个感觉啊。那这个觉醒时代这个希腊的这个作品呢，这个艺术家呢他是经由这个感情支配人体动态啊而表达出心灵的活动。那围绕这个巴特伦神殿的这个三角楼里面呢，浮雕说的是这个女神雅典娜出生的这个故事啊，而在这个内部高处的这个横带饰啊是描述的这个一年一度这个雅典娜女神啊节庆游行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漫步于这个巨大的这个柱石间呢，这个雕塑外形呢已经破坏啊，但面对这个残破的这个古迹呢，难免呢会令人遗憾。而这个建筑这个神庙这个梁柱的结构呢也是极其重要啊，这个柱式的精准的一个计算啊，力学与这个梁体的这个平均分担的柱式形式啊，它这个风格呢它是由这个朴素呢走向繁琐啊。那柱式的一个形式呢沿袭为这个最早这个简洁的这个多利亚式，到这个优美的埃奥尼亚式，然后到这个涡形花式的这个科林斯式啊。那区别他们的方式呢，这个直接看这个柱头。好，下面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故事呢，这个美的国度啊，这个希腊化，希腊和希腊化世界啊，这个是公元前五世纪啊到西元后一世纪啊。那这个说的呢是令人赞叹的一个希腊雕像的一个成品啊。那前述我们提及这个建筑风格呢，几种这个风格同时并存啊。巴特伦的这个多利亚式呢，渐渐这个演进成了艾奥尼亚式啊，然后两者呢原则是相同的，那整体这个外貌与特征呢，它又截然不同。那展现的这个特点呢，这个神庙圆柱啊，比如这个细长的一个柱身呢，柱头柱帽呢，都有大量的这个涡旋装饰啊。那整体这个印象呢就是很温雅宽舒啊。公元前这个500年开始呢，这个雅典对抗这个波斯两次的这个战争获胜啊，又联合这个斯巴达呢再胜啊。那雅典负责这个海战，斯巴达呢则攻击这个陆战。战后呢两边争功劳啊，抢地盘啊，那后来又造成这个雅典跟斯巴达这个大战，那就毁了这个希腊的这个繁荣昌盛啊。那这场战争呢，这个从这个公元431年呢延续到404年，那结束了这个雅典的这个金顶时代，那结束了希腊民主时代，也改变了希腊。那在当时的这个肖像呢概念呢，一直到这个公元4世纪啊才慢慢出现。那到了这个四世纪末呢，这个艺术家呢这个作品呢成了我们理解的这个新形式啊。这个肖像呢不受个别表情的一个限制啊，捕捉到了这个心灵活动啊以及这个独特个性的一个形态与表情。那出现这个脸部的特色及人体肌理的这个角度啊，那它具有这个特点的人物啊与瞬间的一个呈现。
这个令人赞叹的这个希腊雕像呢，经由对这个知识的一个理解呢，这个警示信心啊，在这个成熟的这个记忆下，啊，我们看这个图62啊，这个是死者和这个年幼的这个酒神啊，那还有这个图64啊，这个阿波罗啊，那艺术家呢，让这个雕像呢就活了起来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雕刻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图65呢，我们看到这个米罗的这个维纳斯雕像啊，那开始出现了这个优雅和这个轻松的这个性质啊，那这个一切僵硬这个痕迹呢都不见了，非常美的作品啊。那另外在这个建筑方面呢，也不再满足于这个多利亚这个风格啊，在这个埃及这个爱奥尼亚风格呢基础上呢。就诞生了我们讲的这个科林斯风格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67。希腊化时期呢，希腊艺术风，希腊艺术呢，因为这个古希腊北部啊，马其顿国王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扩展至各地啊，东地中海沿岸变成这个艺术中心啊，那雕刻呢，亦趋于向这个动态与这个夸张啊。那最能表现这个此方面特色的是，拉尔孔父子啊，这个时期的这个作品呢，开始盛行这个雕刻真人啊，那显出其这个狂野与这个激情啊，还有其他非理性化的这个各种特征啊，我们讲的几幅这个图啊，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那在这个绘画上呢，这个因为这个挖掘这个庞贝古城啊，这个是因为西元这个79年这个维苏威这个火山呢这个爆发时候呢埋入地下啊，那埋入这个房屋与这个别墅呢，它都有壁画啊，这个上面呢开始有这个静物啊、动物啊，甚至这个风景画啊，丰富了这个原本单一的这个人物画主题啊。那我们看这个图70呢。他这个有这个美丽优雅的这个时序女神啊，奥尔斯啊，正在这个采花啊，这个步伐呢，如这个舞蹈啊，让人有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那又像这个图71呢，这个梵恩的图像啊，又称这个牧羊神。希腊神话中这个半羊半人的一个形体啊，这个面部表情呢，它细致生动啊，那技术非常熟练高超啊。那这应该是属于这个希腊化时期啊最大的革新啊。那在这个时期的这个画家呢，也基于这个造成这个景深的一个错觉感呢，在这个出土的这个作品上出现啊。那在这种氛围下呢，这个有钱的人呢就开始逐渐这个收集这个艺术品。下面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故事啊，我们讲的这个世界的征服者，罗马人、佛教徒、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啊，西元1至4世纪啊，那罗马人他是讲求实际的一个民族，最突出的成就呢，应该就是土木工程啊。罗马建筑中最出名的呢，应该是这个图73啊，这个圆形的竞技场。罗马建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则是一个拱的使用啊。那整体上呢，它是实用主义格调的一个结构。罗马建筑师呢，在这些这个拱门的这个正面呢，罩上这个希腊形式的色彩啊。那希腊神殿上的这种三种这个建筑风格呢，它都用上了啊。那我们讲接近地面的一层呢，是多利亚斯的一个变奏曲。那这个连它那个柱间壁啊，以及它这个3束线饰带啊，也保留下来。那第二层呢，它属于这个爱奥尼亚式啊。那第三跟第四呢，则有这个科林斯的这个半柱。那这个罗马结构与这个希腊形式的这个结合。体呢，对这个后来这个建筑师呢有极大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环顾一下这个基座的一个城镇啊，那你就不难看到一些受到影响的一些实例。从这个希腊建筑里呢，采取这个所好以及这个所需啊，乃是一个罗马人呢一贯的作风啊。那罗马人使用各种这个技术设计呢，成为这个穹窿工程啊方面的专家。我们看这个图75啊。那这个此类建筑中呢，最精彩的啊，就是当这个罗马万神殿啊。
那我们讲这个十一座，这个永远可以当做这个礼拜堂的一个古典神殿呢、西元纪元之初呢，它被占用于这个希腊教堂啊、基督教堂啊。那从此以后呢，它不喜欢它沦为废墟啊。那在这个罗马这个帝国衰亡的时候呢，这个艺术呢，与这个宗教服务的目的呢更加重要。那艺术家呢，他不太关心这个画呢是否逼真，那他们用简单的画呢来叙述这个宗教这个故事啊，从这个里面呢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神奇啊。那像这个罗马人呢，那罗马人是用这个美丽的一个形式啊，那他恢复这个古代这个东方宣教战役故事啊，以及这个凯旋的作风把这个战争光荣战绩啊用这个雕刻记录下来啊。我们看这个图77，那这个是罗马的这个图拉真迹这个纪功柱啊，我们讲的应该就是图雷真迹柱啊，这个是树立这个皇帝啊，他这个征服啊这个达吉亚战争啊与胜利啊。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78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那我们讲这个佛教徒呢，这个是印度啊，他用这个犍陀罗照相艺术呢，以这个释迦牟尼啊，这个佛陀的一个典范呢，头像的石雕啊，以这个和平的这个征服者呢，创造这个救世主的这个石像啊。那我们看这个图81啊，那说明一下这个犍陀罗照相艺术呢，它是由这个遥远的这个古印度啊一路走过来的。那它属于这个阿富汗东部和这个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古国啊，因为它汇集所以吸取的这个大量不同的这个文明产物啊，那它带有鲜明的这个古希腊艺术风格，那独有的这一种这个自由的融合的这个艺术气质啊。那我们讲这个犹太人呢，他是利用这个艺术呈现啊，这个经典故事以指导这个信仰者的这个东方宗教啊来体会这个信仰内涵的特质。那基督徒呢，他就是用这个图画来解释经典啊。我们看图83啊，那这个忠实的这个记述这个上帝的这个慈悲啊与这个力量啊，然后产生强烈的一个精神依赖啊。好，故事我们走到第六章，这个道路岔口，这个罗马语这个拜占庭5到13世纪啊，这个是一个马赛克的一个呈现，色彩斑斓的艺术啊。公元395年，以这个基督教为国教的这个罗马帝国呢，它分裂成了这个东西两个帝国，史称这个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那统治延续到了15世纪，1453年呢，它被这个土耳其人灭亡。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呢，它是以这个巴尔干半岛为中心啊，包括这个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和这个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个两河流域等等啊。那它建都于君士坦丁堡。那拜占庭以这个古罗马的贵族生活和这个文化为基础啊。那由于这个贸易往来啊，使之融合了这个东阿拉伯伊斯兰的这个文化色彩啊，形成了这个独特拜占庭的艺术啊。马其顿王国的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呢，在这个公元311年呢，这个建立这个以这个基督教为主义的时候呢，面对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问题啊。在宗教破坏的时期呢，他不需要巨大的这个公众场地。那一旦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国教，那就变成另当别论啊。那这个古罗马神庙建筑啊，它的目的和这个基督教是不一样的。那教堂呢，它必须容纳这个信徒跟这个神职人员呢。那早期的这个聚会场所叫做这个罗马会堂啊，又叫这个皇家大厅啊。那主要结构呢，它是这个椭圆形的一个中央大厅啊，加上这个两侧圆柱啊，那这个罗列这个长廊啊，那远处有这个讲台。我们讲君士坦丁大帝这个母亲呢，曾经修建这种式样的这个建筑物呢，它作为这个教堂。那从此呢，
成为这个教堂的一个模式。艺术呢，对于这个教会呢，是否有这个世界的这个用途啊？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整个欧洲历史上呢，它有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性啊。起初，艺术家们呢，他仍然用这个罗马艺术呢，叙述这个故事的一个手法呢，但渐渐的，他们将这个焦点集中在这个基本的教育上。大约这个西元这个520年代啊，这个温纳拉的这个一所这个巴西利卡的教堂，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石柱。那它其中里面有一个福音故事啊，是为这个圣经旧约约翰福音第6章8到13节所描绘这个基督徒呢用这个描绘这个基督呢用5块面包和这个2条鱼喂养着这个5000人的这个故事，看到87啊。那这个壁画上呢，它不是出自灵巧的笔触啊，而是用这个森浓多彩的这个小石子啊，跟这个玻璃块啊，拿精工镶嵌而成的，那使得这个教堂的那个内部呢，显得这个庄严华丽啊。那这种这个叙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呢，使人产生一个神奇啊，神圣奇妙的一个印象啊。那画面呢，它不掺入任何的这个自然界或者是现实的景物啊。那艺术家呢，为了这个故事呢，他加上了一层这个深刻的一个意义啊。那他同时呢，也弥漫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基督啊永恒力量的一个表征。那我们讲图89呢，因为这个拜占庭派的这个异样呢，把这个早期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简单插图呢，转换为这个布满这个拜占庭教堂的一个庄严巨像啊，而且成功的用这个以荣耀基督啊，以其神威啊，彰显这个基督啊为这个宇宙的一个主宰。那再要就是说这个镶嵌图案呢，这个公元4世纪呢，基督教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中的这个权力呢，这个宗教呢，它开始更加重视这个艺术的一个用途及发展。那下面我们来到这个故事的第7章啊，我们讲这个望向东方啊，回教国家中国啊2到13世纪啊，那这个呢是以这个讲的是信仰啊与神之名啊，回教呢意为这个伊斯兰教啊，创始者呢为这个穆罕默德啊，直到今天呢，这个回教呢他也认为自己是从这个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发展出来的啊。那个亚伯拉罕呢，摩西和这个耶稣呢，都被视为这个先知及这个真主的这个使者，但是在这个可兰经上的记载呢，就是说，任何民族呢，它皆有其这个预言者。那阿拉伯的这个预言者，这个和这个维系命运者呢，他并非是基督啊，而是这个穆罕默德啊。那艺术呢，在这个伊斯兰教中呢，它不允许这个制像，那不准表现人物。那因此这个东方异象呢，它这个不准呈现这个人类形象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讲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这个使这个任其想象力呢，这个驰骋于这个花样与这个形式之中啊，那制作出来这个最精细的这个花边装饰啊，那人称为这个阿拉伯图案。那艺术家的这个心灵呢，这个脱离这个真实世界的事物呢，而导向这个线条啊与这个色彩的这个梦幻世界，体现在这个坠饰啊、建筑啊、地毯中啊。那这个蔓藤花纹啊，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艺术的一个基本元素啊。那位于这个西班牙南部的这个格拉纳达这个图90啊，这个阿尔汉布拉宫。这个红城古风啊，这个为阿拉伯美学的一个摩尔梦幻之宫的啊，这个建筑啊精美细致啊，那这个藤蔓花纹啊雕饰啊具有这个高度美感啊，那其中所蕴含的这个美学观点和这个空间感呢，与这个本世纪的这个现代建筑学派呢所主张的相近啊，那这个空间比例呢，这个非对称组合元素啊，这个单纯啊，又这个严格的这个材料使用呢，有极为这个优美的一个表现。那它这个自然景色的一个视野的这个
呼应啊，延伸啊，这个让人这个联想到这个古老东方的这个建筑的一个风格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讲这个宗教给予这个艺术的一个冲击力啊，在这个中国呢，它显得更强烈一些啊。那像这个西元这个150年左右呢，完成了这个山东啊武梁祠的这个浮雕，我们看这个图93啊，那我们称之为这个这一张呢是个这个草景图啊，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汉画像石。那这个墓中啊，这个可以见到这个许多反映这个远古时代啊，它这个生活与这个风俗的一个生动景致啊。那这个我们单独在这个中国美术史导中呢有特别聘的一个演讲啊。另外这个艺术家制作的这个雕刻作品啊，我们看图94啊，这一张呢是这个六朝啊这个辟邪这个石刻啊。那他取这个曲折的这个弧形啊，用一堆圆啊的一个形来这个表示的。我们讲这个埃及呢，它是直线有菱角的这个应试直视啊。那希腊它是曲线啊，一个 S 形啊。那中国的话呢，它是用圆啊来表现啊，我们则是讲的弧线啊。那辟邪呢，它显出这个庞大一个身躯啊。那这个鹦鹉的一个神态，那昂首挺胸啊，颈部这个粗短，那张口伸舌，腹双翼啊，充满了这个生命活力，那风格浑厚啊，具有这个强烈动感，成为这个最具时代这个特征的一个艺术珍品。图95呢，这个是一幅这个以家训为这个宗旨的这个女史箴图呢。那则以这个清晰的这个人物姿态与构图啊，那流露出我们这个中国艺术啊特有的一个高雅特质啊。然而这个中国艺术最重要的这个推动力呢，来自于这个宗教佛教的一个影响啊。那东方宗教精神呢，这个境界的一个追求啊，我们这个图96啊，这个罗汉像这个头部啊，这一项是参悟啊。那他这个是为这个寻求心灵的这个欲望啊，放弃这个物质的这个需求。那我们讲他整天的这个静坐啊，那他也是一种这个抽象精神这个姿态呢和这个主观的感受。中国艺术家呢重视这个思想的一个表达和这个重视线条的一个使用呢，这个图97。啊，那这个呢是一幅山水画啊，这个马远这个对月图啊，那它是赋予这个整个画面的一种这个运动感啊。那我们讲在这个几个世纪里呢，这个中国呢，这个读书文人啊，这个绘画的一个标准啊，这个一直都很高啊。那因为这个中国艺术呢，主要的一个手法呢，它是这个流转动态的一个线条啊。那还有这个含蓄的这个意境啊，那因为这个文人画呢是西方人呢所不能理解的啊。那我们书中这个作者呢，我们龚布里希博士呢，他就提到这一点啊，他说这个绘画的这个艺术呢，它在这个中国呢成为一种这个高雅的艺术啊。我们讲寻常人啊，就是老百姓啊，他是没有办法接触的。第八章。的故事呢，我们来到这个文物里面的这个西方艺术啊，这个是时间呢是欧洲6到11世纪，那这个是西方艺术的一个融合啊。我们讲这个中世纪历史呢，时期呢就包括5到15世纪啊。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啊，我们来到这个中世纪呢，开始的这个公元476年啊，西罗马帝国灭于这个1453年，东罗马帝国呢这个半暂停啊，一般称这个。黑暗时期啊，因为这个战乱和这个动荡，这个人民呢，陷入这个黑暗之中呢，他得不到什么知识的一个教导。那又因为这几个世纪呢，恰值这个新旧交替啊，那这个数百年间呢，他没有任何一种很清楚一致的这个风格出现，而是有许多不同这个风格的这个相互冲突啊，那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他们呢所知道的比较少。那在这个尊重希腊与罗马文学这个艺术的民族。眼里面呢，像这个侵袭掠夺啊，扫荡这个全欧洲的一个条顿诸侯呢，这个有歌德啊、汪达尔、萨克逊啊，这个丹麦与这个维京等族啊，都是野蛮人啊。
那我们讲在这个整个中世纪呢，手稿装饰啊，那是一项这个最富魅力也是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圣经啊，这个更珍贵了。圣经里面有这个上帝对人这个告示，因此他可爱，他受人这个顶礼膜拜呢，是人们这个保存的一个圣物啊，那就像宝物一样啊，代代相传啊。那从这些彩色装饰书籍的这个图画中啊，可以看出这个新中古这个艺术呢，发展出有超越这个东方艺术和这个古典艺术的一个形式。那我们看这个图102啊，那它这个手稿里面的人物图像呢，也是沿袭啊爱尔兰和英格兰这个两区的这个僧侣和这个传教士呢，要把这个北方的异匠传统啊制作这个基督教艺术上。那他不画这个直接绘出这个人形，而是那个以奇异的这个图案衬出这个人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让人惊艳的啊。那图案是尝试这个衣褶啊，像这个交缠的这个丝带，那头跟这个耳朵呢，它变成这个漩涡，脸部呢变成这个面具啊，几乎像是这个僵硬的这个偶像啊，也就说明这个艺术家呢，成长于这个土著的这个传统呢，很难适应这个新的基督教图画，但是这个土著这个复杂美丽的图案呢，确实为西方艺术呢注入了心血啊。那我们看这个103图啊，那这个十字架的构图呢，它是由于非常复杂的一个图案啊。那它这个是趁着这个龙跟蛇的一个花纹呢，这个融合啊，这个效果呢，不但不混淆啊，而且是在这个色彩跟这个设计上呢，互相形成了一种这个复杂和谐啊，这个足以证明这些这个土著传统的这个艺术家呢，在这个技艺上的这个丰富才华啊。那我们讲这个所有在这个时期的这个艺术呢，它都是为这个宗教的目的而产生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古代东方以及这个罗马艺术中的这个图书记事呢，我们也找到这个类似这个的创作啊。你看这个图109跟110啊，那它所描绘的这个史实内容啊，我们讲这个是巴耶尔织锦画啊，这个是刺绣啊，这个里面是有讲到这个战役和这个凯旋故事的一个图录，那俗称这个贝叶挂毯啊。那它这个是生动美妙啊，这个与这个刺绣呢记载了这个题词所示的这个连环画啊，那给予这个人们很深刻的印象啊，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长度非常长啊。那所以在这个里呢，那个公布里希博士他讲啊，这个埃及人呢画出了这个他们所知道而存在的东西。那希腊人呢画出了他们眼见为凭的这个东西。那中世纪艺术呢，他学到了这个表现他们心中所感觉到的一个东西。那故事呢，我们来到这个第9章啊，这个教会及斗士啊，这个是讲的这个是战斗的教会啊，12世纪。我们这一章里面有表现就是教堂的建筑跟这个建筑上的一个锐变啊。1066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纪念啊。它在这个之前，欧洲呢所留下来的教堂呢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是这个诺曼人啊，我们讲这个古欧洲民族呢，它是有这个丹麦、冰岛、挪威等地啊，这个原属诺曼地的一支维京人啊，他在10到11世纪呢征服了今天啊这个法国北部的一个大片土地，那便称为这个诺曼地。在这个首领啊罗洛的一个领导下呢，他宣誓效忠西法兰克国王山寺啊，成为这个第一任这个诺曼地公爵啊，那给这个英格兰呢带进了这个先进的这个建筑工艺。那这个主教和贵族呢，这些封地的这个新贵呢，很快利用他们的这个力量呢，盖的这个修道院和这个大教堂啊。那这些新建筑的这个在英格兰呢，它是被称为这个诺曼式建筑，那原来是这个罗马建筑的风格啊。那它承袭这个初期基督教建筑啊，那个巴西利卡啊，所采用这个罗马建筑的这个传统做法。那早期的这个古典圆柱呢是垂直的柱式，那这个诺曼底呢则是以罗马
是个一般用这个大柱支撑的啊，这个圆形的这个拱门。那不管这个内外部啊，都显得这个巨灵般的力量啊。那因为它这个窗户少，装饰也少，那这个墙体巨大而厚实啊，这个尖塔呢，就让人想到这个中古世纪的一个堡垒啊。我们看这个图一一一啊。那我们讲这个在刚刚啊改信的基督教的这个武士中间呢，这个总。强有力的这个木质建筑呢，的确是有一种这个战斗教会的感觉啊。那教会的目的呢，它是要战胜这个邪恶啊，直到最后一刻啊。罗马式的这个教堂呢，因为这个木质的这个屋顶呢，它缺少一种这个尊贵的气势啊，而且呢，它很容易着火。那罗马式的这个拱顶技术呢，墙壁啊跟这个圆柱啊，那它需要这个精细啊这个测量。那在这个当时啊已经失传，所以这个十一到十二世纪呢，这个变成一个无止修的一个试验阶段。我们看这个图啊，一二啊，这个是中世纪城市里面的教堂。讲到这个建筑的这个锐变呢，这个诺曼时期的建筑呢，这个建筑师采用这个古罗马建筑的一些这个传统做法呢，是将这个拱顶横向啊，这个跨越在这个圆柱之间啊，那从贴满这个三角尖的这个采用这个浮壁啊，那以平衡这个承重拱顶的一个横锥力，用这个骨架卷呢代替这个厚的这个拱顶啊，那这个想法呢很快的就起了这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啊。我们看这个113跟114啊，那这个拱顶呢这个大胆的革新啊，那就已经告示我们讲这个哥德式建筑的一个诞生啊。那晚期的这个罗马式教堂呢，它有连带这个雕像的这个教导啊，我们讲这个龙光环绕的基督呢，图115，因为这个在这个门龛上啊，我们讲的这个三角龛式图116，那这个是做这个雕像呢，作为一种引导啊，上面这个是荣光环绕的基督呢，这个耶稣呢，他就坐在中间啊，四边的这个布道者呢，四指为这个圣马各啊，天使是圣马太，公牛呢是圣路德，然后这个雄鹰是象征这个圣约翰啊，他这个引申于这个旧约圣经啊，以西结书的这个预言啊。我们提及主的这个王座呢，它这个是由这个上述这个四位这个圣徒啊承载的。那又基督教这个神学家认为，这个支撑主的这个王座呢，是四位福音布道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先知啊，正适合啊摆开这个教堂进口的这个大门，因为在这个门楣下有十二个门徒啊，那这个左侧是带着这个地狱的亡魂，右侧呢是有福的一群啊。当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呢，信徒们的这个最后救赎啊，因此教导人们啊，关于这个生命最终的这个目的呢，它都雕在这个正门上。那这些图像啊，活在人们的心中啊，甚至超越了这个牧师的讲道。那虽然这些雕刻呢，它并不很美啊，但是严肃这个内容呢，使人印象深刻啊，那是有明确的这个意义啊。那的确很适合啊，放在这个庄严的建筑上。然后教会的这个内部呢，通常极为用心啊，安排的这个圣物的启示啊，我们看这个图117啊，还有这个图118啊。我们讲信仰的一部分呢，是有金钱的这个投入啊。那这个青铜镀金的这个烛台啊，跟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洗礼盘呢，这个雕刻啊，都再恰当不过的题材啊。那它是以符合这个传道信息的目的呢，讲的是这个美德者啊，这个持有光明啊，那以它这个亮光呢，宣扬这个教义啊，使人们呢不受到这个邪恶污染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啊121。我们讲这个绚丽的色彩呢，这个是教堂里面这个彩色玻璃的作品啊。看到这个非常漂亮，十二世纪中期的彩色玻璃画。
因为金匠艺品的这个色彩呢，它不再去研究和这个模仿自然界的一个真实色彩变化，那他们呢，可以这个随意啊选用这个强烈这个色彩呢，像这个里面的金黄啊、亮蓝色、鲜红啊，还有这个深绿色的一个色彩经典式画呢，移至这个玻璃窗啊。那艺术家呢，积极发挥了这个独立于自然外的这个精神呢，使他们能够把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观念表达出来。我们讲神殿艺术呢，与教堂艺术呢之间有巨大的这个相异处啊。在这个艺术家眼中呢，他并不是为了故事的本身啊，而这个是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启示。那以这个信徒呢，能够从中间得到这个慰藉与这个教化啊，才加以这个描述啊。那使这个艺术家作品的这个呈现呢，更动人，更具有这个说服力啊，去这个述说这个圣经的故事。下面我们来到这个第十章啊，这个教会啊及凯旋者啊，这个是十三世纪啊，我们讲这个十三世纪呢，是这个大教堂的世纪啊。基督教如何催化这个哥德式艺术呢？史书有记载，这个摩里斯主教呢，他于这个西元1163年啊就任这个主教之后呢，他随即进行了这个新教堂这个计划啊，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教堂的一个时代。那哥德式这个建筑的一个四个特征呢，我们讲的是尖拱、交叉、裸拱啊，非浮壁，这个是从外面加这个扶手，然后还有这个花窗玻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2，还有这个1、3、1、4、1、5。那在这个设计中呢，它利用这个尖勒拱顶非浮壁修长的这个竖柱然后营造出这个轻盈修长的一个飞天感，这个支撑顶部的一个力量使整个建筑呢。你这个直升线条雄伟的这个外观和这个堂内这个空旷空间那再结合这个镶着彩色玻璃这个故事长窗，那使这个教会呢，教堂里面呢产生一种这个浓厚的一个宗教氛围让人这个一进去这个教堂呢，就仿佛这个踏入这个城市中这个另一个瑰丽的世界。那我们讲这个哥德式教堂呢，它这个守在这个侧边门廊的这个雕像我们有看到这个图126然后127，还有这个128那这个也是这个宣告着这个天国荣耀那这些雕像呢，它都各具这个生命感那每一位这个身份呢都很明显那熟知这个旧约圣经的人呢，很容易就辨认出来。那让这个信徒呢能够了解并沉思还有他这个含义与这个启示那下面呢我们看到是这个乔多迪·波纳多这个意大利画家与这个建筑师呢，他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开创者。那被誉为这个欧洲绘画之父这个一三四呢是乔托信念的人像那他的画呢是一手拿十字架，那一手拿这个卷轴的一位品德高雅的这个年老妇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名人像形象中呢，这个手背的一个短缩法，这个脸和这个颈部的一个明暗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流动这个衣褶中深深的阴影那这个重新发现的这个在平面上造成这个深度错觉的一个艺术呢，也使它改变了整个绘画的一个观念它不用这个图画写作的方式呢，它变成制造这个幻象那它不是雕像，而是给人雕像感的一幅画。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135这一张为这个乔多呢，他在这个博多瓦置身于这个斯克洛维尼礼拜堂
里面这个栏目天顶的这个群星永驻三十八幅连环宗教故事画的中间一幅，这个哀悼基督的湿壁画。那画壁画里面的这个圣约翰啊，他是向前取身，双手侧身啊，就是这个热烈多情的一个动作。那有具是具有说服力的啊，那他将每个人对这个悲剧啊场面的一个哀伤的话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卷缩在前景这个人物呢，虽然是背对着观众，那我们仍可以抑制到他们的一个哀痛表情啊。那乔托画作那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依照这个生活中的模特啊来作画啊。那笔下这个人物呢，这个生气勃勃啊，不仅是有血有肉啊，那也是有这个丰富感情的。那他也是这个最早突破这个中世纪偶像式的一个描绘啊，而以这个真实自然表现和这个人类这个情感的一个手法呢，与此同时在他这个作品上啊开始出现了这个背景。那因此也是乔托将这个绘画这个解析绘画技巧加入人性的这个情感，那他迈出的这个一小步呢直接开始了这个欧洲近代绘画的一个样式啊，一个大门，那也同时啊揭开了这个艺术史上崭新的一页。那从此呢，这个艺术史呢就成了伟大艺术家的这个历史。那乔托呢，他为这个意大利史上的这个天才啊。那他是于这个1337年的1月8号在这个意大利佛罗伦斯逝世的。最后的结语呢，我们目前呢，我们这个艺术的故事呢，它仍然持续进行啊。那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个学习的课程啊，也不知道这一堂这个艺术之旅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啊。但希望大家用一颗新生的这个学习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再度亲临这些古建筑、雕像与绘画作品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及态度呢去解读你所了解的这个艺术的故事。最后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也祝福大家在这个中秋节快乐。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加拿大七天传媒在同步的播放，在现场还有其他的1300位的朋友在欣赏这个张老师的演讲。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七天传媒尹林主席，同时呢非常感谢七天传媒的工作同仁，还有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玉云老师。他不但是几十年的学养同时有22页多次撰写的修改的手稿。贡布里希这本艺术的故事呢，全世界畅销的艺术史已经销售了700多万册。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张老师以及其他的导读老师，从去年就开始筹备，那么今年1月1号呢开始导读这本书，那么现在还在持续中，那么计划到明年的第一季完成这样的一个导读的一个过程。我们非常欢迎朋友们一起参加。